大家好，我皮特素。三月十二号开始，每周二晚上十点，我们会在 KKBOX 的速报音乐台主持皮特素说晚安。生活中有非常多欢笑，也有很多泪水，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人在身旁陪你静静的听着。每周二晚上，我在这里等你，记得上线听我的节目，和我一起聊聊。